好几年前台湾有发生过就是很多消防员殉职的这样的火警，那时候看了相关的深入报道就感触很深，所以就会想拍摄一个就是台湾消防员的故事，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样一群出生入死然后冒险抢救人命的这样的一个消防员的故事。就是从田野调查时期，那我跟编剧伙伴就有去不同的消防分队去蹲点，然后实际观摩和践行他们真正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可以接这个角色是真的非常的荣幸，然后其实我们都是演员，我们在演绎消防员，但这却是消防员的日常，他们离生死非常的接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岁月静好都是由他们在背后默默的守护着我们，所以我觉得接这个角色使命感非常的大，希望大家都能够借由这个角色这个故事，然后给消防员更多的尊重跟鼓励。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参加一场活动，那活动的厂商的会计他忽然跑来跟我说他先生是消防员，然后他跟我说他先生警专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辛亥隧道处理一个车祸事件，要把那个车子要肢解移动把人拖出来，他说现场那个人当场是爆头，已经过世了。然后他说他先生第一份工作是这个，然后但是他很有热忱，接下来他去参加特搜队，讲一讲他就眼泪就泛红，他说小孩子成长过程他都没参与，但是最后一句话他非常感动，他跟我说可是我觉得我以我老公为骄傲，当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都竖起来，我就真的觉得有时候家眷面临的压力比我们在第一线还要强大。太衰吧！而且我最近已经连续三次大便时警铃响。今天是哪个菜鸟在那边靠腰很无聊的？是你还是小高？没，同梯菜鸟聚在一起很恐怖哎。谁回来？我靠，是谁买蛋糕啊？全部都凤梨哎。是他代赛啊。林阳代赛啊。学长，你那只借我一下好不好？要借哪一只？我知道那个地方早晚会出事。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丢下他们。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困难，但这是我想做的事。我不是为了他们的感谢而救他们的。咱们是一家人。如果你今天救一个人，他可能可以帮助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之后可以帮助更多人，那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了。